国美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，我是水，我是树，我是树。大家好，我是树。好，所以你们看懂了，你先来嘛，你先来。哎、啊，你来吧。为什么？你是海啊？水，对不起。所以来说，大家好，我是水。大家好，我是水。大家好，我是树。大家好，我是山。我们是中国山水中国美。是要这样吗？现在有点土。有点土，就直接新年快乐了啦。好了，好吧。其实这已经录了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啊，刚才聊天哦，啊，别当真，嗯，啊，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好看吗？嗯，喜不喜欢我们这一个山水中国美这一段节目？喜欢我们的服装吗？还有我们的歌声吗？嗯，还有我们的整个舞台设计。真的很美哦，我相信一定很美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等着回去看重播，因为我们在台上看不到我们自己。对，而且很紧张，只有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。对，但你们两个都表现得很好，可是我们看不到全部，它不是有很那个山水画这些，听说非常的美，还有平潭加在一起。对，那如果你们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话，可以留言，对不对？发 email 给你，留言还是发微信给你？可以发微信给我没关系，我们的邮箱会炸开，是摇一摇吗？哎，说不定摇到我了，我在旁边。嗯，冷场了，冷场了。好吗？就是怕忘词吗？怕忘词。我怕跌倒，因为我有一点点那个恐高，而且它是越升越高，越升越高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两个还要走路，对，因为配合你，所以我们穿得很高的高跟鞋。然后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，在那台上走但是都过关了，没事没事。因为你很高，所以我们要穿很高的高跟鞋。对，要不然你就真的是山，我们我小山坡，我们就真的成一个山。对，就是小山坡。我就配合我的角色扮演嘛，所以我必须要像高山这样子。真的还蛮刺激的。哎，我就不揭穿你了吧。什么都聊 啊对，我们什么都无所不聊，你知道女生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聊的。嗯，我们也是在后台什么都聊。对，嗯，聊吃什么，聊保养啊，然后聊台湾有什么好的好吃的，介绍香港有什么好的。你们会聊通宵那种吗？通宵以前拍戏的时候好像有过。嗯，拍戏的时候有过，真的我们俩一起拍过戏。哦，对，我们合作过很多部，是哦，嗯，我们认识十年了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，是吧？啊，没有，我跟你原来在第一年的春晚，对对对，我们第一次在2000年的春晚，然后跟Gigi一起上，不是我们俩擦身而过，对对对，有同台过，同台没有同台了，就同一个台，同一个。同一个春晚，16年了，哇，2000年，对，那一年还蛮多人的，嗯，对，我还失忆症哎，我都忘记了，我们刚在后台讲的时候，他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，记得，我记得我有去过春晚，但是我忘记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春晚，对，然后其他人在做过什么，我就忘记，你还记得你唱什么吗？有提醒我了，大家唱什么？提醒我一个叫澳门回家。澳门回来什么澳门回家的一个歌，你看你都不记得，刚提完醒你你还是不记得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溜溜的他，我记忆力还可以。你唱什么？没有，我去年是表演小品。哦，不会吧，我觉得我们这次节目很好的，应该没什么吐槽点吧。自信一点好吗？爸，我是觉得不错，就够大气，很大气，然后画面也很美，嗯，就是很符合这个山水中国美，而且它有很多的画面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。对，对，对，嗯。突然一阵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对。就我们尽力了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尽力了。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最重要的。
最重要是看到我们的诚意还有努力。对对对，嗯，谢谢。谢谢。